我要帮他穿比中格啊。你要帮他？什么衬露？加点这个加点的。好，现在我要帮他穿了。你来这边，这边比较好拍。好，在这边。刺痛感都会的，啊，但是发炎痛更痛，还是一次就给他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没空啊，这观众啊，这观众。把它动好。好。好多粉丝了。练大肌。你帮他锁还是？我靠妈！我好有空啊！好，我锁锁，你等一下，晚点再锁。我的穿筒里面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先教你藏起来，这样。可以藏里面。对呀。对，我就是有看有人藏。我有当护心吗？有了，你要讲那么多话了，当然可以护。那一个空的太大了，夹子那个是爪夹，好没拿出去。我比较大不好手。路漂亮，不是北漂亮。可是桃园。我花莲人。花莲人。嗯，阿祖嘉义。镜子给他，镜子在这里。
看你现在看起来像没穿的，有没有？里面有没有？然后讲你如果把它变出来，就对吧？就是拇指指进去，你可以勾到那款，看我先看我去看，凭感觉就可以抓到那款，这样还是可以穿。你有画多少小夹子吗？啊，有啊。阿卡，你看怎么看？夹子它那是随便套的。夹住，拿拇指一下。啊。啊。好，比较开一点。好啊好啊，要走先试看看。我可以在哪里找卫生纸？可以啊。你去讲一讲，另外一个尝试这样子，讲一讲，讲一讲，讲一讲。好了。那比较开，它就变比较短，然后你就比较短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比较开，嗯，那行了。你要用手试看吗？这样，好像在挖鼻孔。然后就是这样往前。对啊，然后你再用手指，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都可以。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反方向，看一下，用手来模拟一下，把球压住。要推进去。然后抿嘴，抿嘴到对到底，它就可以。八步，它就滑进去，它就自己升上去这样。这下口罩多久？他应该两三天就服了，年轻人都这样。这样跑会跑很久的吧？好。好，我帮他用好的，这是一个佩兰达梅啊。啊，需要帮你看你这个有没有合掉吗？应该不要。不用哦。嗯。好，谢谢。有机会来台中再过来玩啊。好嘞。